漂亮的，漂亮漂亮，但已经差没有差很多。这个应该不太用修图吧？对啊。再美都要修的，这哪里有修？这哪里有修？这是妆容一点，能修个照片颜色而已。这就是抹。哎，等一下，但你这个照片很厉害哎，它是对镜子拍，所以这边有大乳沟，这有小乳沟哎。它是有巧思的 ，double， 很厉害，算是双重享受。对，一张照片，双重享受的一个地方，买大送小，是是是，心情看得真好啊。OK OK， 阿哥来，过来。漏修了一个地方，怎么样？漏修了哪里？漏哦，这个不用修吧？这要修什么？我知道，副乳，暗沉。我们根本看不到那里去，对，我们根本就一定要修哎，那里真的很可爱啊，真的，这个就是哪里有修，然后会透 IG 的滤镜啊，这个很漂亮。我大概16年前就不化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不化妆了，对，哎啊，然后就说也让自己自然这样。来，黄董，你觉得我这样 OK 吗？先跟你想听实话还是听假话？哦，那不要讲，这个先不要。你想听实话，你想看这个叫丑话讲的，你是 before。没有啦，我们会怕，不过说认真的啦。如果以我们男生的角度来看，宪哥已经是完美的了。真假的？哎呦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是实话还是假话？实话，是那假话也可以讲。假话就是什么？其实宪哥他的帅已经不是在外表，要是男人的魅力，不愧是黄董。刚刚我们在等待的时间。远远的那个气场就已经知道一个天王要来，感动，哎呦，这个黄董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跟你当一辈子的朋友。站起来，唱这个也是套了滤镜，优啊，很优啊，你修吗？就你啊，自然啊，自然，看得出来是你啊。这个，这哪里？就是皮肤要白一点。他修的地方，皮肤本来就白，他修的地方都不会看。哎，这一张有泰国风哎。对啊，对，你那个妆容，妆容，妆容有一点泰味，水晶晶。啊，我这一种哇，笑得很自然啊，对啊，就已经漂亮女生了。哦，这里有个痣哦，哦，没有修掉，没有修掉，被抓到了。哦，牙齿你应该有一套若迪白吧？对不对 ？RDW， 这个也是。他老是想摆这种无辜脸，对对对，无辜脸，很适合，嘴唇微张。下一张，过来一张。哎呦，哎呦，捧着脸的这种，就戴银的那个五官呢，其实是突出的。对，哎，那原住民的姑娘啊，她们五官都深邃，是是是，不是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是。对啊，比如说像不是的。不是说每个原住民，什么话？是是，对，好来黑函来啊，黑函，还是要面对一下恶评哦，他不可能有吧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来念哦，感觉不够嗨，我自己念。来，黄董，哎呦，黄董好好表现，酸民酸民，错，黄董来诠释一下酸民的角度。我们先讲一个比较轻微的了，轻微。他说大，但是老，哇，可是还算可以。我觉得这个乱讲哇，对女生说还算好，对呀，他哪有老？不过他有讲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很写实，可以听。他说鼻子怎么感觉好像可以刺穿我的脸哦，哎，一般立体嘛，一般我们异能界女孩子稍动一下脸，难免再说。哎，不是，那你们觉得很奇怪吗？啊，鼻子尖你要说人家刺穿，啊，鼻子大又说人家脸物，啊，鼻子到底是谁呀？反正我们就是要批判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呢，我觉得。演艺圈的朋友该值得欣慰，是是，因为这些都是针对你嘛。如果他写一个，这是哪位？哇，那个最毒哦，这是哪位啊？我们其实最毒的是那个。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单元嘛，要回复网友的恶评嘛。就那天异翔打开没有留言，这是最毒的。真的假的？这是比问你是哪位最毒，根本没有留言，没有留言，根本没有的，哇，自消了，毫无讨论度，对。好恐怖哦！所以我就应验我常讲那一句话嘛，我们艺能界当个艺人，不要在乎人家的批判，因为 no news is bad news， 没有新闻才是坏新闻呢，对不对？没有价值哦。好，那没事了，因为这个可爱啊，来了，因为今天这身装扮算特别，对啊，最近很努力在减动嘛，减肥减脂，哎，他那个腰很蓬辣，因为现在单身，所以要辣。哦，努力，这个给他弄。
放出来。营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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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OK OK。哎呦，哎，有那个有，这个有点小丑女的感觉。有这个有修，而且现在啊，小丑女现在已经可以就是背景固定哦，就是一件背景不会歪掉，对，你怎么修背景都不会歪掉。哦，真的，要付费，要付费，哦，这是付费的，技术已经高超到这样了，歪掉。我也有，我也有，这么好笑，不会歪掉的。白的，对对，跟大家这个修的多了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哇，这个是刚恢复单身的时候，我拿着这个撞球杆呢，有一点酒精的催化，哇，挥单哦。挥单的时候，就是要让对方看到你过得更好。对，没错，很重要。哎呦，嘟嘴，嘟嘴，过来，过来，很漂亮。哦，哎呦，林姐，王琴，哦，各种美女，都像美女，你也会，你会修图哎？哎，可对，对你修得很，这个修得很好啊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修得，因为他有那个哇。这个修太大，真的修太大。哎，他那个纹身太多，也被我念了。对，这个搞得像蟹足肿。哎呦，不对啦，那是玫瑰花啦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啦。其实你看这种清纯的美感，反而比较好，是吗？对呀，对呀。但是因为有时候很热，主要是热，主要是热，我真的很容易流汗，怕热，我来，散热系统，来来，这个交给黄董，交给黄董来处理，又是我，又是我，一定是黄董，这一定要给黄董的嘛，因为那网友讲都难听话，让你讲，我接触了，我接触了，好，我来念一下，他说，其实这也不能说不好听呐，刺青刺成这样。还以为他有眼角头，大桃啊！哦，他那天又说啊，我最后再纹一个就好了。这是我生命当中，因为他纹太多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怎么那个？我好了好了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因为我就像爸爸一样嘛，他一拿出来，我还是没有同意，因为他想要纹一个清明上河图。太复杂了，喂，那是阿曼达才有机会的。面都可以，一样呀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讲的也是，那个香肠嘴看得好讨厌。这个叫香肠嘴，还要用去打，对对，安杰丽娜裘丽怎么办？唇书对不对？还要去对不对？这是最性感的，现在后唇很流行，以前不流行，想要以前不流行，不是货的啦。啊，来来来，哦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修正。哎，怎么样？照片有时候有气质。但是一讲话就破功了哦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啊，有些男生对这个细节很在意啊，是哦，唱歌好听啦，不过看到脸就不行了，这个讲的太打下去，这太故意了，这个要吸引你的注意了，太多偏见，这个根本不是真的，你说要说不是真的，期待的代言了，哎呦，三二一，请转身，哎，没差。更爱你，很亮啊，很漂亮。黄董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个讲下去会得罪彩妆师，是吗？为哦哦哦，没有化妆就更美啦。哦，真的，对啊，彩妆师要失业。对对，但是我这样看，其实就有看到你有个地方，那个有点卡。哎呦，哪里？对，卡什么？卡哇伊。丽姐，丽姐，丽姐，来一个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没完全没差，有化跟没化完全没差。然后就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学校是禁止化妆，哦，所以我现在这样看姐就是跟很像同学，同学，就跟同学，就年轻了十岁，对，就年轻十岁又更清纯了。对，再来看看我们可爱的银卫了啊，三二一，就转身啊，对嘛。很好看啊，丢啊！我其实出门都不太会化妆，因为我的焦虑有一部分是我觉得我化了之后比较容易遇到变态。对，我有一次在那个西门町，然后我是刚弄完头发，但是已经半夜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去那个停车场，然后上厕所，结果有一个影子就尾随我进那个停车场，然后
我出来的时候我要缴费，我就突然往右边这样一看，那个男的他站在残障厕所前面，戴着头套，但是裸体。哦，在停车场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在 play handgun。对对，我觉得淫秽的这个卸妆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面，然后我觉得你不要管网友说什么，你真的很美。哎呀，我不是在夸你，我在提醒你。哦，哎呦，撞到我了。哦，不要焦虑。哎，花式的诚恳见，谢谢。这是走诚恳路。